如缕缕其我凝旧苦，仅以数处缘垂汝自一心。那么前面已经讲了，如果我们没有摧毁自私自利的这个自我的心的话呢，那么就是伴我呢就已经出卖给，也就是说这个阎罗世俗啊，就是无数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个呢就大家也应该就是通过上师的这个教言高僧大德们的这些论点呢，应该是知道就如果我们没有遇到大乘佛法的这个教育，也没有这个遇到三智识的开始的话呢，的确是以后啊，在这个轮回当中呢，还不断的漂泊受苦就是这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在他这里也这样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狂妄的这个心呢，你呢就是曾经就是多次的就是成千上万次呢，就是把我这个抛弃怎么抛弃的呢？因为当时以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就是造各种各样的这个弥天大罪，最后呢就是业力这个过报啊，就是这个成熟现前之后的话呢，让我就是堕生累劫，或者说是这个成千上万次呢，就是在这个堕入善恶趣当中，像我就是抛弃这个善恶趣当中。当然我们在这个这些恶趣里面的时候呢，当旁生的时候呢，有这个意识的痛苦或者说是这个无有自主自在的这种痛苦，地狱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寒热的痛苦，恶鬼的时候有饥饿的痛苦，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呢，已经这个无数次。
那么那我这些无数的这个痛苦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心。所以呢今天我已经这个认识到，已经这个发现了什么呢？就像我们世间的一个特别坏的人啊，就是他做的这个无恶不作，最后的话一旦这个发现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就是不得不惩罚他，就是一定要就是所有的这些罪恶呢，就是在他面前就是一一的给他这个算清楚。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如今呢完全这个发现了，就是自己无始以来在这个漫长的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甘肃了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痛苦，而这些痛苦的唯一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我们这颗这个心。我们世间当中也大家都知道，有些人呢就是给你这个就是作害，那么作害一旦发现的话呢，我们对他有这个臭怨啊，有这个接上一种这个臭怨，就是啊，同样的道理，我现在呢已经想起了你这样的这个这个深处大愿啊，就是深处这种这个悔罪受罪这个救出心愿啊，就我完全就已经发现到你这么这个长的时间当中呢，已经害我这个无数次，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依靠大乘菩萨的这种非常尖锐、强有力的对治你。来进行这个摧毁你的这个所有的这种自我自信。
若如欲自血不应自爱者，若如欲自护则当护他护则当搀护他，就是则当搀护他。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像真的这个像保护啊，就是像那个喜欢自己，或者说是这个让自己啊就是珍惜自己，让自己这个快乐啊，就是快乐快乐幸福，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你这个不应该啊，就是是自爱，就执着自己啊。这个可能有些人觉得是有点相位，就是怎么像自己像快乐，就是对自己不执着呢？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这个深深的去这个思维，因为我们实践当中也是有这种这个说法，就是执者这个求乐隐，愚者求乐垢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一般有智慧的人的话呢，就是他创造就是安乐的这个因啊，就实践上也是这样的，有很多有学者的话呢，就是他就暂时再怎么痛苦也是去这个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这个深造，就是最后呢真的最后就是他获得是他的快乐。而愚者的话呢，他眼前的就是一点点就是细求啊，就是所以完全就是这个求的这种方式和这个目标都是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生生世世当中，乃至这个在未来的一切这个世事当中呢，像这个圆满快乐没有这个痛苦，过得非常的这种幸福啊，那这样的话呢，唯一的这个办法呢，你最好是现在呢，就是不要这个喜欢自己啊，不要就是每天的是所作所为都是围绕自己而奋斗，围绕自己而这个就开始这个操心，就是这样的话呢，就不单就是得不到，反而呢就是让自己呢就是退到就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深渊当中去的。因此呢就是这是这个最好的一种这个教研呢，就是让我们真正要这个永始的这个向获得快乐的话呢，那你一定要就是摧毁自我啊，就无光尊在有些教研当中，道格里面也是说了，就是若不摧毁若不摧毁我之善，永无灭尽逆乱世啊，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呢永远的是没有这个摧毁自私自利的这种像善万般的我执啊，每个人的我执是挺大的，大家应该自我感觉得到，如果没有这个我执的话呢，我们都处于很快乐的境界上，可是有了这个我执呢，始终都是忐忑不安。如果我们彻底摧毁了我执大善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迷乱的这个种种痛苦、恐怖以及灾难呢，就是当然这个消失的。我想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像那个自己，就是保护自己、呵护自己，或者呢，就是像这个永远就是不愿意就是得受各种危局啊、痛苦啊，就是当当的。但如果你真的这样的想，最好的这个办法呢，就是说是你要这个护持他人啊，就是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这样的，像护持自己的是谁都会，就是就像自己的养母那样的。不管别人说话也好，做事情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保护自己啊，就是这是我们的这个唯一的第一个念头。但是呢，这是不合理的啊，这是凡夫人的一种这个做法。我们如果真的是那个想要保护自己的唯一的这种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要尽心尽力的这个护持别人。如果护持别人利益他人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的快乐就是自然而然会出现。所以我们上师如意宝以前也说过，若欲长久什么利己者，暂时利他乃巧具，那就是在一个教研当中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真的要不说什么其他的，就是要想保护自己的话呢，我这个表面上会在暂时呢就是帮助别人的话呢，那自己的这种快乐呢就是自然而然会这个现前的。所以呢实践当中是只要有一种利他的这个心的话呢，其实这种人呢在实践当中很难得的。所有的这个人非人啊，天龙八部以及呢就所有的这个护法僧都会这个保护他的。
如于先以民情呼之不谨慎，比于去退躲甩袖既脆弱。那么下面呢就是讲我们这个对自己的身体啊，因为自己呢前面也讲了，就是我对自我的身体对自我的心要放弃的话，那就是不能探着自己。那现在许许多多人探着身体是特别可怕的。那么如果你特别的探着，那就是越来越就是引起的护持啊、爱护啊，或者说是保护自己这个入肾，就是不清净，就是具有36种不清净元素的这种身体。如果你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越来越屈辱，就是退堕，就越来越这个屈辱非常可怕的这种境地去啊，就是越来越变坏了，就是，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这样的这个腐朽不堪的这个身体啊，你越来越贪着它的话呢，它越来越会这个脆弱的。那现在世界上呢，大家应该这个清楚的，本来这个身体呢也没有什么可叹的。我们在学习很多大乘论典的时候呢，大家在理论上是应该会明白的啊，就是这个身体呢，不管是皮肤也好，里面的血乳也好，还有呢就是骨头啊，就是全部这个意义分析的时候呢，就像这一品当中所分析的一样，就是也没有什么克制的这个贪执的。但是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用各种这个饮食啊，或者说是一些仪式啊，来这个一一的对他就是满足，背叛的对他装饰，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越来越僵，越来越脆弱，他不听话。
就是身若欲憎欲爱憎，大地一切我，三切不言作，随佛切必曰，足于未得住神，神脑富于事宜。那么这个身体呢，也就是说自身啊，就是自身呢，就是如此脆弱，自身如此脆弱的话呢，那么就是自己的贪欲，也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欲望性呢，就是越来越这个增长啊。就如果我们自我非常脆弱，没有对治力，没有智慧，这样的话呢，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欲望性是很强烈的。现在实践上也是这样的，稍微有智慧的人啊，虽然就是没有完全断掉他的所有的烦恼，但是呢他一般对这个财务也好，对地位也名声呢，就不是特别的贪。有些脆弱的人，有些可怜的这些人的话呢，那甚至在这个实践当中没有一个不贪的，就是他的贪爱是越来越增上的。那贪爱越来越增上的话呢，最后就是不可能有满足的地方了，满足的时候呢，整个所有的这个大地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啊、权利啊、地位啊，全部都是一个人拥有的话呢，其实这个人呢就是还不会满足的。佛陀在那个这个佛子相位经里面也有这个比喻的，比如说这个这个有多少这个税啊，就是全部是流入这个大海，但是大海呢就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然后这个火焰呢，就是它能吞没就是多少个草木，但是烈火呢就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同样的道理，愚人的话呢，就是他享受了多少个这个庙宇，但不会有这个满足啊，就是不会有这个心满意足的这个时候。所以说呢，就是真正是得到满足呢，就是的确也是没有的啊。就像萨迦板智达所说的那样，就是如无自主求者则恒临痛苦如降雨。这个学过大乘佛法的人呢，真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自己呢就是觉得就基本上是可以的话呢，就是不能太过于的这个追求。如果过于的这个追求的话，那实际上的所有的这些财物啊，你一个人就是享受的话，那恐怕也是不一定这个满足的。所以佛陀在因缘品里面也说了，天将粮食珠宝于什么，就是多贪凡夫也难足。但就是随缘而转的话呢，你自己的修行很重要，光有一个满足感不行的。我们现在呢一定要想把自己的人生变得有意义的，大家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就是每天都是修一点法。尤其是我们在座的有些道友啊，就光是听啊，就是让理论上有点分析还是不行的。理论上的有些分析的话，你真正要试的时候呢还是用不上。尤其是人就是越来越老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感受就比较强烈的。一边呢就是听一些这个佛法，一边的话呢就是发心啊、修心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呢，就是随时的是用在这个实践上，这样的时候呢就真的有这个意义。
接他们吃饭，这顿错人抓转笑。